十里桃花百都艳，墨渊带你看世界。嗨，各位宝贝，我是墨渊，欢迎收看墨渊迷你世界粉纷生存日记第九期。寄蜉蝣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，哀吾身之须臾，显长江之无穷。和粉纷们的据点算是建成了，以此为点，下一步迈向世界。哎呀，这新买的王冠头饰有点酷呀，看看这大宝石尽显奢华。来，再摆一个帅气的姿势，彰显一下国王风范。Boy， 这国王看着有点憨呀。大家好，我是憨憨国王。趁着宝贝们还没来，赶紧把没弄完的事情弄好。今天是个好日子呀，吉祥的事儿都能成，哎嗨都能成。嗨咻嗨咻，这下就好多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是谁放的床呀？好像宿舍一样。现在报名即有机会参加默默军事化管理学校，挖矿、建房、打怪升级，样样精通。邻居家的孩子都说好。哟，谁打我？哟，不，有你个头也有，还敢进来？睡了睡了，明天就该接人了啊！晚安呀，世界。我的天，这儿有个冒充粉粉的，打死他！哎，刚才那一声是什么鬼？金眼珠，大家怎么回事？哪来的巨响？我的神啊！这老狗子居然勾结外族欺我粉粉！哎呦，糟了！哇，苍天呀！孩子的家被炸了，救救孩子的干爸！贴个面包压压惊。这野怪着实有点嚣张呀。嗯，人都哪里去了？大家快来集合呀！这是在哭啥呢？我也想哭了，还是别哭了，我也很难过呀。对了，刚才不是还有一事爆炸吗？在哪里呀？哦，有点心虚呀。人生嘛，磕磕碰碰难免的。哟，大家都回来了呀。我帅气的王冠是不是要被大家看见了？哎呀，人家超害羞的呢。哎呀，今天不知道怎么了，感觉脑袋沉沉的。宝贝们，瞧瞧咱打下的这片江山，作为你们的镇长，我将带领我们全村致富。喂，下面的宝贝别吃了，要集合了。嘿嘿，你们要干嘛？饿啊！我的天哪，有人要篡位了，卫兵把他抓起来。哇，居然还一起嘲笑我。来者何人？你是不是想刺杀姑？是。用目光震慑叛贼，默默王城备战，叛徒究竟是谁？哼，今天我一定要把这个小反贼揪出来。好你们的卸磨沙漠呀！全给我下来，我要挨个盘查，默默是否能找出小反贼？欲知后事，请听下回分解。好了，今天的粉纷生存日记就到这里喽。我是墨渊，感谢宝贝们的支持与陪伴，下期我们不见不散哦，拜了个拜。